Hello, à,今日咧，仍然系讲神秘学。咁啊，神秘学咧实在太丰富，太多嘢咧可以讲嘅。咁啊，今日我拣到呢个题目咧，就讲神秘学嘅原来呢、这个原始咧，我哋有本著作喺呢个英国嘅一个民族学家 Fraser，佢里边咧有本惊世嘅著作，叫做《金枝》。《金枝》里边咧系讲到巫术嘅起源、宗教嘅起源。同埋人類最初咧係如何識別於禽獸？佢開始有佢嘅理性，有佢嘅智慧，但同時咧有佢嘅想像，有佢嘅諗法，亦會諗到一啲咧係與其他唔同其他動物。未必有呢个咁样嘅想法，所以咧，佢哋系创造到咧一个所谓神嘅东西出嚟。呢样嘢咧，似乎其他动物，甚至最聪明嘅灵长类动物黑猩猩，都未必咧能够喺佢哋嘅社会里边咧有一共同崇拜嘅、崇敬嘅，或者相信嘅，对象系称为神嘅。只有人呢个社会咧，只能够有呢个咁样样嘅物体。所以咧，喺自然科学里边咧，或者喺社会科学里边咧，神咧一定系人嘅创造出嚟。咁系唔系世界上有冇神呢？各种文化、各种哲学咧，都有佢哋创造出嚟嘅神。咁即系换句话讲咧，西方而家咧信奉嘅基督教文化，佢哋咧统称为阿拉伯，并不是阿拉伯。统称为咧阿伯拉罕，阿伯拉罕为一个祖先，佢哋嘅文化引致到咧出现嘅犹太教，后来嘅基督教，基督教咧亦因为中间嘅分裂而成为东正教，后来再分裂。再成為新教，再有好多唔同嘅光譜，引致到咧有好多唔同嘅教派出現，但係始終咧都係天主教、東正教同埋各分派、分支派嘅新教。咁其實回教咧。亦系从呢个犹太教里边睇到出嚟嘅，我哋咧亦系入于呢个阿伯拉罕嘅古希腊古呢、这个犹太人希伯来人嘅一个源头。咁后来咧亦系。因为罗马帝国嘅兴起，而将呢个宗教咧成为咗一个咧西方主要文化嘅宗教体系。咁喺中国咧，佢自己本身嘅宗教，我估咧系有民间嘅信仰。民间信仰咧，包括埋咧我哋嘅神话。
我哋好多故事里面嘅主人翁，亦因为咧佢哋嘅德行而引致到咧，成为咗民间崇拜嘅偶像。例如关云长，关公咧，实际喺历史上喺《三国志》嘅讲法里边咧，佢系一个好打得嘅英雄，但系佢相当小气。但系经过罗贯中集合咗相当多嘅小坊间嘅讲法，或者好多戏曲引用到嘅情节，重新编写过一本叫《三国演义》。演义先咧，就将呢个历史故事咧，化成为咗一啲有戏剧性、有情节性，而且咧仲相当有离奇古怪嘅滋润性嘅细节。咁所以咧，里边我哋会睇到咧关云长呢个咁嘅形象咧，系沟集咗好多儒家嘅精神落去。儒家当然咧喺春秋时代，孔夫子、孟夫子嘅或者甚至乎荀子嘅引发之下，是成为了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哲学思想，而受到汉朝汉武帝的时候的董仲舒将他尊崇，而成为了国家治本治国的一个意识形态。所以呢，这个关云长咧，中间佢成为咗咧一个咁样样咧具体执行呢个民间形忠厚伦理形象嘅人物。点解我咁讲咧？你睇到咧，佢系描写成为一个咧忠肝义胆嘅人。忠是忠于国君，现在呢亦是忠于一个国家，或者甚至乎呢可以这样讲，亦提倡忠于一个一党。那么义呢是视之义也，识义的义。而呢具体落实落嚟呢，关云长嘅义呢係不单止忠心，而且呢係护存住一个大局，做出好多事呢係唔因为名利色权或者甚至乎一啖气所影响。佢嘅所作所为呢是本住咧人类最高崇敬嘅义嘅本质嚟执行嘅。喺呢个最高本质里边咧，我哋要追溯到去春秋时代嘅孟子讲嘅义。这个咧英文咧系好难译，呢个义字。是中国特有，而且呢我想其他国家文字或者是政治思想体系或者是其他的伦理哲学体系呢都很难译到一个这样合适的字。这个这样样的义字呢
成为咗咧坊间咧一个好重要，人民生活中咧一个好重要嘅思想体系。我哋又叫佢做 ideology， 一个意识形态。喺中国嘅历史里边咧，差唔多咧系令到成个中国喺汉朝之后2000多年之中，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人民老百姓会遵守嘅一个规范，一个字嚟嘅。而大家都当呢个一个最崇高嘅理想，最崇高嘅操守。不单止系正派嘅官员落实落去，就系譬如系衙差，譬如系官员，佢哋都尊重个义。所以咧，香港差馆以前咧喺呢个港英时候咧，佢哋连咧洋人嘅警司咧帮办咧都向呢个关公、关二哥奏响，表达一种心意崇拜。又同时，佢亦系所谓黑社会，亦所谓邪派中人，佢哋亦系秉承住呢个 ideology 呢个意识形态嚟到工作生活嘅。如果任意所行，只系讲利益而冇讲任何嘅道德伦理，即系道亦无道嘅话咧，就会变成乱兵，乜都可以做出嚟噶。但系咧，所谓邪派中人，亦秉承呢个关二哥嘅意志，咁所以咧，佢哋亦拜关二哥，系一个更崇，对一个更崇高嘅理想咧嘅一种尊重，亦系佢哋所以值得喺内心感觉到自己是替天行道 ，power of it， 觉得这样呢做呢起码呢对得住自己的良心。在清朝皇帝呢，满清十三朝里面呢，他们呢在内宫呢都有设置拜神的。他们的拜的神呢都是当然有他们所信奉的佛教啊、喇嘛教啊等等，但是他们亦拜关公，亦是很注重这个关云长做下来的道德标准。那当然康熙曾经一度信过天主教啊，但是中间因为好多複雜嘅问题咧，引致到咧反对呢个天主教传入宫廷，并且咧赶佢嚟走添。咁呢个后话啦。咁呢个咧系中国嘅民间宗教，民间宗教里边咧亦包括一啲咧冇宗教仪式嘅民间信仰。民间信仰里面呢，譬如我哋要简单讲，我哋相信呢有民间里面相信呢有土地公，於是土地呢就俾咗个婆婆佢添，两公婆负责得地方嘅人口注册，每户人家呢佢哋呢都会供奉到呢、这个土地公公。而如果呢家人是有人死亡的话呢，相传呢是要向土地公公呢禀告注销呢个户册。而呢土地公公的上一级呢会去到城隍。去到城隍呢
更加是将这个社区或者这个县城或者这个城市的人口呢的户籍注销。城隍呢的意思呢是当地护城河的一个官员，当然是虚构的一个官员。一般来说呢都是人民选择那里对人民工作有功劳的贤者或者长官而成为呢当地的城隍。在上海城隍庙很出名呢，在门口很多小卖呢，上海的城隍呢差不多呢有三个之多。好啦，今日呢我讲住咁多先，下决呢一阵间再同大家呢继续讲讲呢个神秘学。一阵见。